好，我们再来看监察院调查高雄捷运的营运情况，发现因为载客量不足，到今年底的累积亏损将高达74亿。监委非常担心高捷将有停驶的危机。不过高雄市长陈菊今天却说，他将会向中央争取再扩建捷运的路网，来提高运量，绝对不会让高捷停驶。高雄捷运从民国97年营运以来，载客量一直无法达到之前招标时的运量预测，导致亏损连连。监察委员调查发现，高雄捷运包含折旧与贷款利息支出，每个月大约亏损2亿元，预估年底累积亏损将会达到74亿，几乎是高雄捷运资本额102亿元的1/4。高雄捷运可能面临停驶危机，就是财务部分嘛，资金缺口嘛，还有提高营运量。它的资金缺口应该做一个有效的弥补。所以目前会有停驶的疑虑吗？经济如果撑不下去的话，很难讲。高雄市长陈菊对此表示，捷运绝对不会停驶，并希望增建路网，改善营运。它不可能停驶。第二个，我们正在积极努力跟中央争取高雄的捷运必须停成一个捷运网。高雄捷运公司也举行记者会，表示将会推动高雄捷运土地开发案，增加业外收入，并希望银行团能比照高铁给予贷款优惠，跟银行团来争取更多的支持，那么进行偿贷的重组，降低我们的财务负担。高雄捷运公司目前最大股东中钢公司也有意增资改善高捷财务，但包括高雄市政府在内的其他股东目前并没有强烈意愿增资。监委认为，未来高捷的财务缺口恐怕还是高雄捷运能否维持正常营运的重要关键。记者综合报道。